就是那种跟无序呀、没着落啊、孤独啊、寂寞啊，觉得渴望着完美，渴望着美的，但是呢，身边是很糟糕的东西，自己那种，其实糟糕的不是外在了，是自己心里边那种难受、乱如麻、不安的那种状态。让自己就那么就在那种嘈杂环，就那种状态很不安的那种状态里，如如不乱的安住着，那就是与自己独处。有时候与自己独处，有时候是很无聊的、很无奈的，有时候很难受的。但是就像你这种，就是说气质，真的是像打翻了五味瓶，就不知道是什么的那种状态里安住，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有的是无聊的安住，根本安不住的，真的像疯跑，不知道想去哪那种。那你这种是能安住呢？坐在那儿，静静的看一株树，静静的看一朵花，哪怕发呆呢，静静的看一个茶杯，静静的看，与合作一起，真的是可以的。静静的去，你要训练这种能力跟力量，就是这个是练出来的，你知道。经常会，有时候你会，当你在外边很忙的时候，有时候你慢慢会怀念这种独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喜欢打坐和冥想。你怀念一个人待在这儿，看着这个杯子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你觉得你很累、很疲惫、很忙，为了很多生活有压力的时候，你就开始好怀念着自己一个人。虽然很难受或者是什么，但是你看着一个地方，静静的待着，哎，那种宁静的跟自己独处的力量，就是回到自己这儿。其实我们的心经常在外边跑，你永远不跟自己待着。你的头脑里边永远装着，应该装着谁，装着谁，装着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但是就不装自己。你从来很少装着自己的，很少装着自己，你只是渴求需要，但是你不装着自己。所以留下来，回到自己身边，静静的跟自己待在一起，看着外界，静静的不做任何分别，不说它美，不说它不美，不去分别任何，一切就是这样，一切就是这样。当时你面对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如如不动。阳光倾泻下来，阳光、水分、空气、桌子、茶杯，所有的一切乱也罢、脏也罢、什么也罢，都如如不动的在这里。你如果心不分别，它没有乱、差、脏，也没有垢，没有净，然后静静的安住在这儿，去学这种训练这种力量。有时候一个人烦的时候，马上进入这种状态，这个时候慢慢都静下来了。学习一个人待着，跟自己谈场恋爱吧，跟自己待着吧。跟所有的大自然里面那个是说，这个幸亏没让别人看见，一点都不孤独，真是一点。对，你可以这样，但是呢，你可以不跟他们说话的。你知道，当你静静的定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会变成风，你会变成阳光，因为你是自无我的。你变成风，你变成草，你变成阳光的时候，你知道就快入道了。你知道，要不到那种不是跟风说话，跟那样会。明白老师会更孤独，哎，就是说，其实你不需要跟那些说话。真是不孤独，孤独的时候反而是因为有感情了才会孤独。你那个是交流嘛？但是要感情有一点波折都会体会到孤独。可是当什么时候，这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讲哈、啊？就是你看生活人世当中那些人，看着这个人装了一堆大便在肚子里，看着那个人装了一堆大便在肚子里。这些实在是，包括自己，所以我说，最好看看哪天能够做到不吃东西。不吃东西，你照样照着肠子。就喝水，都是这样一群人的时候。不，你的原来你的美存在在头脑里，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那样你会活得很累的，你知道。是很累的。开悟的人，从开悟那一天起，这个世界的坐着全是佛。没有装着死的人啊，是啊，他的美是在桌子上的，在脏乱差里边，在垃圾堆里边。我知道，但那不是艺术，那真是美。对，问题的关键自己还没有成到那个道的时候。我今天的看法就是，你先别去分别什么是美，先把你的美的观念放下。还不是美，就是现在看垃圾有什么了，装着垃圾，就是、装着垃圾的肠子又怎么了？不再去觉得这个人的那些要从这里面出来，有时候他恰恰看到的是不好的，你就出来了。你真的你不太喜欢人，我发现。
我很早就不喜欢，十来岁就不喜欢。十来岁，你也不会喜欢自己，告诉我。你就是因为你就是人。现在也不太喜欢。一直也不喜欢，如果你不喜欢别人，你就不喜欢自己，这个一定的。是吗？因为不喜欢别人，是因为你心里的投影过去，不喜欢任何人都是不喜欢自己。嗯，慢慢的看，你不太喜欢这个，因为你很多东西是你心投影过去，那个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是你认知出来的。孤独是渴望别人理解，渴望那种相应。但寂寞可以跟风说话，可以跟雨说话，但孤独解决不了的。孤独，当你跟雨说话的时候，孤独更孤独。但寂寞可以，但孤独是另一种的心灵层面的渴求共鸣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孤独，他一定渴望共鸣，就是有东西回应他，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东西了解他、理解他、知道他的苦，回应他，跟他共风雨。可是有时候没办法，所有的人都是孤独的。那个孤独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是的，就像你都脱离这个世界，这个更没办法。这个是生活阅历，是另外的一种很丰富的时候的孤独了，就是已经可以盯着孤独看了，也有更多有趣的人已经经历过了。但是这个是，但是等待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时间。其实人生就是在等待时候，这不是悲观，就像孤独一样，不可怕。阳光一点看啊、哦，对呀、啊，是一种期盼，期盼也蛮好。谈不上期盼什么，我们就在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做点什么而已，或者是活得更好一点，或者是多吃一点好东西呀、啊，是吧？你有机会重新开始了，师兄，是太好了。有很多人是这样活的，这个世界还别说，爱情真的是最美的东西。是啊，但是呢，有情欲就没有爱，你知道吗？爱就。不能永恒，永远是暂时的，而且那不是爱，第二秒就不是了。母亲对孩子那是爱，那是爱吗？不懂，不是，他只对我的孩子是，就是、他只对我的也不是，只是爱我的而已，那不是爱，也不是爱，嗯。但那个显示出了一个爱的无私的东西、嗯、母亲对孩子里边爱的品质是真爱里边是它是有条件，爱是无私的，不占有的，相对于人是来说永恒的，最无私的一种，对，永恒的，不变异的、嗯、这些可能是在母亲对孩子的父母对孩子的这一块呢写带出了爱的品质而已，带出了一点爱的品质而已，但是这个母亲跟父亲这一但是只因为他是我的而去爱，这个就其实就是他其实是没有那种爱的永恒的品质，他只是因为我的，他是因为连带了我，他是爱我爱自己，所以爱孩子。我觉得有情欲的时候我们是理解不了爱的，人世间这种爱的情欲的品质是控制、占有、征服、患得患失，然后恐惧，情欲本身里边带着很多特质，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爱里边都有这些，怕失去，因为真正的爱里边是永恒的，不怕失去，是它就不可能失去，爱是不能失去，你没有办法丢失爱，怎么能丢失？它是空性的品质。